灯卡被称为海上保护线，是去引领着船只穿往密布、换窗旁景。大后江管河当中的夹角，有个被称为表夹的地方，又称为灯楼山，是划得沿海江山界重点灯塔，也是100多年来正属山头江外棚头界动摇坐棚标志。近年来，这座耸立到大后半岛的灯塔，而海岸风清，风车停伫顶，构成如诗如画的美景。遐部分起界拍卡盲点，能做在来去台后江界表夹灯塔。台山光海色，小落日而晖，辣老该喝起，有大美乡村。风光最迷人，独得风清到心畔。后江大后岛东南端界广澳表格，是沙头历史最东边独属界黄色海岸，被视为台籍厝黄籍落的圣地，也是游客感受偏爱海角风清界好去处。近年来，后江表格灯塔吸引个游客成倍上增长。这日，聂名师邓永鹏做个朋友坐坐，专听从市区开车转往楚景拍摄，亮丽的沙头好莫格。让人的手机快门声响不停。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风景也是很好，很广阔，也能够咱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船只经过什么的。今天来的时候其实天气跟我预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嘛，今天可能有点大雾天气啊。不过这样的大雾天气的话，就是咱们这边的一个景色还有这些建筑都比较有历史感，蛮适合拍一些类似情绪片的一个东西的。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海天连线嘛，就是这样的景色比较广阔，拍日出跟日落也是可以比较清晰的，也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景色。表格有名灯楼山，有花岗岩组成，从空荡湖坎，有如彩虹，直探越南大海。而山头东心城区隔海相望，到茫茫的大海之边。南来北往的船舶从外海经过，或者进入山头海壑，潮汐退交界，就是耸立到表格海天的灯塔。该塔高15.6米，塔身红白相间，极其显眼。走近表格灯塔旁跳站，只见大门上有一角白的巨亮，上两位目光极好，聆听碧波目光，声声直指。下两位以塔莫海，色光。金光夺奖，如露暖心。外配即是小莫幸福诗的大字，字字搭诗的字，对阳光映射灯，散发光芒，适当描述了表格灯塔的形状，也让人感受到小塔能明灭江秀红颜界，高响情操。我刚我也了解到，就是工作人员他们连饮用水都是要从山下搬到山上来的，然后他们一直始终都是默默的守护着这个地方，保障我们过往船只的一个安全。表格灯塔就像想看到广袤海面上的红宝石，为过往船只照亮前行之路。入边登陆山上，大海波涛翻滚，海浪不停地击打礁石，景物远眺，海天直色，宽阔如辽阳，此情此景，送到诗经历幽界。沙磅里河荡直海，傲彩染额，照望天际，豪情别涌入心灯。自当地人习惯将表格称为好木格，从这只叫法也可以的在其地理位置界重要性。
从南海那边航行过来的船只，只要经过了表角这个地方，它就意味着进入了汕头港这个港区的范围。而在我们身后呢，其实有两座海军当年遗留下来的碉堡，在半山腰还有一个海军的哨所，它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表格灯塔呼景有光景枪，红碧相光的灯塔，翠绿的山林，黄框转港的框架，高盛的直道两里界，海矮环境线。十八万年在英国都知个石棚桥站，自此之后，这座山头界可望无隔的灯光，自营养无输棚中穿往内部，挖穿棚顶。自十八万年来，表格灯塔也见证了山头间的变迁。见证了汕头由被动开放到主动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中国沿海灯塔的建造史可以追溯到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那么当时清政府跟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那么汕头也开埠。从此之后呢，就列强他们的船只就往来于汕头港之间。当时因为海难时常发生，那么列强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航行利益，所以就建造了第一批灯塔。那表角灯塔呢，是属于粤东最早建造的一批灯塔之一。根据考究，到十八世纪同期，由于无任何导棚助棚设施，正属汕头港界外国船只只能够依靠直梁港拖界汕头港地道航行。外国船中只能到汕头港海面上发生海难事故。为保障棚顶外窗，各国海棚海专家对汕头港区海护界艾沙格格亲近窗面勘测及调影，表格虽有成为了钓海关建设灯塔上之之石。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表格灯塔正式落成。当时建成的塔为白色圆形柱体形状，塔高6.7米，斜厅19.4米。日如今日，表格灯塔已经发挥着不可推替的作用。表角灯塔在1880年刚刚建成的时候，它是由24块铸铁拼接而成的。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表角灯塔因为轰炸的原因导致了部分损毁，在1947年的时候完成了修复。那么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灯塔是1992年的时候重建的，它的塔高是15.6米，射程达到24海里。表角灯塔还是国家的一级灯塔，它现在在用的设备都在整个海区都是比较先进的。表角灯塔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灯塔，它见证了当时清政府腐败屈辱的这些战败史，同时也见证了新中国由弱到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极具爱国主义的教育意义。同时呢，它现在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导渡航的作用，它为往来南海进出汕头港的船只提供了导渡航的服务，保障了船舶航行的安全。2007年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航海发展的一个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 AIS 基站，从而为我们航行的船只提供更加优质的导渡航服务。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悲。每一个灯塔拢会留下小塔人的故事，表格灯塔也不例外。据《百年华光》杂志记载，2005年，澳大利亚两只嘅乔亨尼、布扬王尼来到中国，通过伊祖辈伊萨乔、科拉乔等尼工作嘅作者，潜岛到表格灯塔，也带来了一段等尼伊祖辈多知个小塔嘅感人故事。而他的祖父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边，在表角这边担任表角的灯守员。当时他出于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所以向中国的军方提供了日本军舰进出汕头港的数据，而他也因此遭到了日军的迫害。在抗战胜利之后，他的身体也因为受到迫害的关系，无法再承担灯守员的工作，那么他就回国了。乔亨尼来到这个探前祖辈的南山作者收集资料，准备装下自己纪念祖辈不平凡的南山。表格灯塔见证了伊萨乔、科拉乔17年的岁月，更记录了历史沧桑的变化，以既是环境，更是光景态。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是很深痛的苦难的，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们中国被迫割让很多领土，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就是通过了解近代的历史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那其实中国现在是已经日渐的强盛起来了。那作为年轻一代呢，我们要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力量，就是出一份力，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做一些贡献。如今在往表格光景的游客如来就在多几个能门可以狂魔表格波浪张跨焦灼险中介苍茫渺国狂狂狂听叮叮跳声，还可以静清光想海潮界日落日出，也感受高等界王炸历史。腾话顾名思义，就是以腾做生的话，以夜腾夜话可观可食，是地道界民间传统潮间技艺，也是颇具特色界据此据说，必受老百姓的喜爱。本期界特征故事，能做着来去认识腾话特征是千重，同意如何以诗为笔。典型腾话作画，一人并非大师，却有一技之长。考熟只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掌握好。让听恁的意思就是让恁兴旺。修土好修，修比难上。让更多人能通过风筝了解汕头。神钓九针来七十几个。唐诗啦，唐古啦，画这个十二生肖啦。一人两生话，变得更多彩，充满奇妙和乐趣。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挑战，享受挑战。一定要抠来抠呢！弘扬非遗草编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近年来，多接此项庙会行动，经常可以提高潮外人行动知识腾话。店面的味道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叔叔画的龙栩栩如生，这堂画既好玩又好吃又好看。知识腾话的是来自江西吉安的石车村。即将一道会当然要促进我腾江，然后开始到不少跟棒上执话。潮汪斗东江，腾蕉如灵动的白石般流淌。随着鲁鲁腾丝的飘洒，在汤上温着自己的签，硬唱都唱起来。石上岭、冰咚咚、大刀、卡车等造型的腾话侧边，就大讲高声。曲过腾话的游客，拢大感兴趣，也定放出幸福甜蜜的笑容。我农家水都发到来，发来发去不来了好，这样可以做得好的。那你在进行球馆煮那种球馆借咯，我就来借咯。很幸福的感觉，又甜又好吃，而且还有就是家人的陪伴啦、啊，还有我们村里的一些村民啊、亲戚的陪伴，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很怀念的小时候的味道。腾话一千万亿十六世纪，多命多经听习俗等，每当心里知足的时候。国皇大好人嘅往往用布谷，因之腾势腾好，甲文青武将的形象用以支持。后来嘅几句传入民间，逐渐演化为腾话。大户人家以前啊，就是到了每节假日，那种三大节日嘛，他就用那个糖，用那个模具，印那个唐诗啦、唐虎啦，就印这些。后来他那个陈子昂呢，感觉这个呢就。太单一了，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它演变成糖稀，把白糖和以红糖，还有一些糖稀之类的，就把它融化，融化就开始做那个，用那个糖稀做那个线条，煮那些动物啦、生肖啦、这个飞鸟啦，这之类的。现在已经有快600年了。知识腾话就属于牛脂腾浆。一个浓度及色泽等，拢着家乡的把控，做出来的腾话，才有兴美观，而且正用剔透。在执话的时候，特别考技巧，特别是需要特别诚恳、直气呵声，着又咩又好，着像创作写意画朋友挥洒自如，摩格画钢笔画朋友慢工出水画。北方呢，就是一直是线条作品，我们现在南方呢。主要是做刮片啦、立体啦。如果是你定制或者送了什么礼品，就可以做立体的。
作为一个礼品来赠送的。现在以前呢只是做做十二生肖啦、飞离禽兽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呢就根据小朋友的那个看那个动画片啦，比如小猪佩奇啦、冰墩墩之类的啦。藤壶推水面更外经济雕汤小鸡食食时直梦高千万几句，混合了历史、美术、地方名称、风俗、家汤更外等复杂元素。今年52岁的史青松达，水电市依旧推了公妈装备的汤，对熬汤技巧比较熟，也对藤壶有了初步认识。以前老一辈我爷爷啊，他也做过那个麦芽糖，就挑这个担子搞这个拨浪鼓，就去卖那个麦芽糖。后来演变成去我们去外面玩了，看到人家这个小孩子捏糖的那个捏造造型呢，我们就想用那个糖融化而成那个糖稀，就可以画用这个线条画这个十二生肖啦之类的，就是这个来源。后来我呢自己在家里学了一点，也不怎么好。吃大升级之后，史青松给一老祖做过服装设计的小超，但后来胜利失败，落楼拍过一段时间的小工。到了32岁迄阵年，史青松决定从红莲家传的熬汤技术，改做服装业师，只学改怪刀技巧，拜师学做汤话。没想到慢慢就上手了。我们就学徒弟最学到那个瓶颈的就是开始做那个。拿那个勺子，拿也拉不好，而且那个线条的也走不好。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学那个什么呢？就学那个龙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它太复杂。我们做的时候呢，也练了好多天，才慢慢就演变成有一点那个熟练了。后来我看学了3个月之内，后来我就回家慢慢自学梳妆生巧，因为这主要是做的多吧。之后，史青松的藤壶制作之路如走如狂。20年来，伊个作者遍布各地，特别是潮汕地区，不少集市、庙会活动，拢会邀请伊去参加。点是小鬼也弘扬藤壶历史文化。这在古代，它也就是一个糖饼，以前做的就是卖那个麦芽糖，起初开始，后来慢慢的糖呢就。演变成现在的那个糖人，这个花园就是四川的，这个集市里面很常见的。以前食材充达，如今一个大部分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前做藤壶是为了生活，而现在即是一种兴趣，一种享受，一种创新。伊不断研究设计，做出了创新立体藤壶，有飞机、汽车、糖盒等，想让更多后生人认识藤壶、了解藤壶。想做个培训班之类的，把这个传承下去。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这个从8岁一直到70岁，都可以来学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也想传承下去，把这个。零年新春到来，史青松也特地拐去了一把生肖靓的藤壶，送上美好祝福，希望大家生活比汤甜，比画美。做汤头的朋友，龙颜吉祥，龙马精神。